好啦，嚟到第三集嘅泳池解锁，呢一集将会系咁加速，希望下一集就系最后一集啦。完成咗可以游水嘅部分之后，接住落嚟嘅就系植物过滤池嘅部分啦。喺后面嘅刮泥机就系咁搬紧啲大石过嚟，而同一时间喺前面就系做翻游泳池嘅木边部分啦。Hey, Jonas. Hey, Graham. Will not respond to that. 唔知道有冇其他人觉得我同事真系好似《Dark》入边嗰个男主角 Jonas。虽然讲到呢套神剧真系好想讲下去，但咁样就会真系太多废话啦。都系讲翻工程上面先。喺而家呢个泳池边就做紧一个小小嘅 base， 用嚟放一啲平嘅 Armstone 做瀑布，同埋侧边嘅一啲大嘅石头。其实揀石头这个 step 都很重要，有时的石头暗暗沉沉，有很多种不同的形状，要揀一面适合的，啱返想要的高度和你想要的面，其实都要花时间去揀，有时摆到下去又觉得不啱，又要再拎返起再摆过，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。而有时做做下又突然间发生一些问题，个钳突然间钳唔实啲石，因为嗰块胶用得太耐，已经磨蚀晒，咁又要揾啲方法解决啦。有时做嘢真系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搞掂好个钳之后，真系咻一声就已经搞掂晒成个瀑布啦。而隔篱嗰啲作为装饰同埋巩固用嘅大石，都好快放晒落去啦。搞掂完个瀑布，随即就搞埋另一边嘅部分啦。喺呢度用部刮泥机堆翻高啲泥，之后咧喺呢一个位置就会铺草皮，延伸翻下边嘅草皮度。有时做工程最盏鬼嘅部分就系你望住我，我望住你，唔知道做乜好。因为机就得一部，但又唔会用人手去做啊，因为要压实啲泥系得机先做得好。将多余防水垫的部分剪翻走，然后用掘木坑过滤池这个 wood chip filter 的泥堆翻高，其他地方要翻所需要的高度，那个木坑过滤池和侧边的地方就大概搞掂晒啦。而家你见到有两个人企咗喺入边嗰个坑，就系木坑过滤池啦。个木坑过滤池咧，主要就系将水入边嘅硝酸盐转化成翻无害嘅氮气，然后就释放翻去空气入边。而下一个部分咧，就系准备紧啲工具，将块防水垫黐埋一齐，作为翻植物过滤池嘅底。将两块防水垫黐埋，最紧要就系将个接口位清洁得非常之干净，因为你将啲化学胶水黐埋嘅时候，就冇得再搣翻开佢噶啦。所以你要确保个接口位冇沙、冇尘、冇泥，因为你一啲都唔想个接口位会漏水。有漏水，成个工程就嗨嗨啦。而咁啱嗰日又阳光普照，抹完等一阵就即刻干晒啦。所以都好快可以将两块防水垫黐埋一齐，然后就系趁有空闲嘅时间去做咗呢啲储水箱出嚟，迟啲咧就会放喺植物过滤池嘅底度嘅。黐完张防水垫之后，再刮深啲个过滤池嘅底。就随即可以安装埋其他硬件啦。首先你睇到嘅最底嗰个就系用嚟累积沉淀物嘅一条管道。咁如果要清除沉淀物嗰阵时，只要喺水面揭开个盖，放条管入去就可以吸走晒所有沉淀物啦。然后用啲 river rock 固定翻佢嘅位置，就可以再放一啲储水箱落去啦。顾名思义。
就是下面可以给你储水的同时，上面也都提供一个很稳阵的结构，令到在上面都可以放很重的东西，例如就是植物了。在四周围和上面用回 River Rock 固定回它位置的同时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 warning， 一个龙卷风警告。听声都知道好恐怖，但好彩的是个龙卷风没有吹袭到这个位置，但只是在距离个西大概5公里的地方疯狂地掠过了。但是突如其来的大雨令到有很多水都立刻涌晒落个植物过滤池度，而因为上面的石头又未够重可以压得住它，所以所有储水箱都谷起晒。当务之急就立刻在植物过滤池的四边起一个围墙，令到不会有很多水在其他地方涌入个池度。之后那一日就是将个波道做返需要的高度，连接返游泳池的其他地方和条行人路，同时亦都在入面铺返满啲 river rock， 做一个底俾水生的植物。同时间亦都开始准备做埋供水和供电的系统，就是在后面用石屎做返个平台，之后呢就会在上面做返间小木屋。而你现在见到那一条坑就是准备用来铺设电线和水管，用来连接客人家的电力和水。而做这个3×5尺的地台大概就需要10多包石屎，这个分量的石屎用蓝色那部水泥搅拌机真是快很多。做完后面的平台之后，又回到个植物过滤池度继续做埋啲设置。就当我哋以为可以完成整个植物过滤池嘅设置嘅时候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突然间好似打到嚟咁。原来又系另一个 emergency warning。七月嘅天气真系好难预测，可以好晒，但突然间又落大雨，突然间又会有龙卷风。就好似个政府咁，你永远都唔知佢想点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照顾好自己同屋企人。喺呢个黑暗嘅时间唔好迷失自我，继续喺暴风雨嘅当中向住自己目标前进。接住落嚟嘅就係归家路程。多谢你嘅 subscribe 同埋 like。Be water, be strong。我係 Leo， 我哋下回再见。